祖国的花朵，最帅的芒果。大家好，我就是帅芒果。自从上次用鸟人跟小花玩了一局，害得小花最后飞天了，很多小粉丝就在评论里说我不行。我擦，居然说我不行，男人怎么可以说不行呢？于是我足足思考了一天，所以昨天就没发视频了。哎呀，都是你们给我机会偷懒的，哦不对，都是你们害得我发不了视频的。我觉得有必要再用鸟人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。那么开局就跟小花一起修机，小花这招鬼体质正好呀，可以把这个监管吸引过来，那样我就有机会好好表现一波了。能不能挽回一点男人的尊严，就看这一把了。我擦，机子都修好一台了，监管居然没有过来。小花平时这么招鬼，这把居然失效了。难道老天都不想给我机会证明自己吗？可恶，我就不信邪了。小花，你跟着我，我们再去修一台，看看监管到底来不来。就这台吧，监管不要这么不给面子吧，好歹过来露一下脸呢，让我意思一下溜两个圈，然后我就可以在小粉丝面前炫耀了，小花也不会嫌弃我了，嘿嘿嘿。什么情况？巫女被揍了，居然比小花还招鬼，这也太强了吧！不行，我得看看情况。巫女被鹿头揍了一顿，正在跑上二楼，鹿头紧随身后。按照这种情况，巫女应该很快就会跪了。要是我现在放大鸟保护她，她或许能逃过一劫。但是如果待会小花被揍了，我就未必有大鸟救小花了，救不了小花，我就会被小粉丝说我不行，这样很亏啊。算了算了，我还是不管了。我操，果然就这样跪了。为什么我的良心一阵剧痛呢？小伙子，你刚才应该放鸟救人的，你应该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。小伙子，你做的对，保存实力救小花才是正确的选择，队友什么的都是浮云。你应该救人，别去救，让他死吧。为什么我的良心在自言自语呢？算了，还是救一波吧，要是放弃队友，小花估计又骂我残忍了。巫女小姐姐，你坚持住，我这就来了。巫女居然被绑在了地下室，但是对我来说也不是很大问题，我直接冲过去，鹿头肯定会甩鞭子，看我一个闪避走位，完美躲过长鞭，然后再反板加速跳进地下室。小姐姐，我来了，不要慌。好了，救下巫女。这时候鹿头下来了，我立马召唤出大鸟保护巫女。巫女在我的大鸟保护下直接冲线出口，我一路护送，在鹿头准备出兵之前挡在了巫女面前。好的，顺利打下一击，再来个闪避走位。什么情况？我为什么走不动了？我的天，这巫女她居然在门口放了一个减速。妈耶，我为什么会有这种队友啊？我救了你，你为什么要放减速？阿西吧。小花来救我了！只见小花勇敢地冲了过来，直接把我救下。我转身逃跑，鹿头一鞭子甩过来，小花被勾了过去，然后一锤，阿西吧！小花被击倒了。可恶！我居然自己逃了，没有好好保护小花。这要是让小粉丝知道了，我颜面何存呀？不行，我得拼一波了，不能让小花受罪啊！但是刚才大鸟已经用了，现在得赶紧把技能穿好，然后就是把鹿头的钩子骗出来。漂亮，鹿头技能打通了，我抓紧机会冲下小花，顺便把大鸟召唤出来护身。鹿头一棒敲在我大鸟上，我救下小花，快跑啊小花，我来替你挡刀。小花终于成功逃了出去，我又被抓了起来，但是我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，因为我已经证明了我的大鸟还是很有用的。你们以后再也不要说我不行了，就让我带着这份荣誉飞到天上去吧。我去，这机械是这么勇敢的吗？居然跑下来救我，小兽奶你小心点。哇，他被鹿头勾过去了，他又被鹿头锤雷棒，这种情况我擦，我还是先走了吧。哇，小兽奶你坚持住了，我上去接个血就回来救你。但是这死鹿头不想放我，又跑过来抓我了。我说你有毒吧大兽奶，对我这么感兴趣的吗？你以为我真的那么水吗？刚才要不是为了救小花，你以为你能抓到我吗？开玩笑。算了算了，不那么嚣张了，万一被打脸就惨了。就在我跟鹿头决斗的时候，小花悄悄潜了下去。我的天哪，这也太机智了吧。小花把机械师救了起来，鹿头发现不对劲，立马回去守门，小花替机械师挡了一刀，完美。最终我们三人顺利逃出了地下室，逃出了医院。我的天哪，没想到这波地下室大战最终我们取得了胜利，真是太牛了。表哥，那么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吧，我们当然是逃跑了，呀呀呀！但是巫女为什么被抓了？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，想胜利就必须要有牺牲了，对吧？刚才巫女害我被抓了，现在也算是她赎罪的时候了。小伙子，干得漂亮！